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开箱这个 Dubtips 2021年秋冬发售的这个羊羔毛的高领的连帽外套。好，那有点长哦。那由于它这件看，虽然它这件看起来像是帽 T，但它其实是做外套分类的，所以一样有附就是 Dubtips 他们的衣架，还有这个外套专用的防尘袋。好，那就稍等我一下，打开来跟你们做分享。OK，好，那你可以看到，它这次是算是做异材质拼接设计的哈，那主要还是以冬季能够御寒的机能材质为主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上半部的部分是以比较防风的这种尼龙面料去做的，可以看到它的反光感。好，那底部的话就是这、就是主打的这种羊羔毛的材质，就毛毛的很可爱。好，然后在手臂这边。也是有做特别的，就是异材质拼接的设计。其实食品的这个设计看起来是很好看的哦。然后再来，它延伸到这个手袖这边也是很特别的设计。它这一次这个手袖啊，是做这种比较紧一点的松紧的设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哦，抱歉，你不管。它这种比较紧的松紧设计，那你穿起来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不是我尺寸啊，所以我就带穿起来，好，它会比较。就是让你手袖这边比较缩，手袖边比较缩，然后就有那种泡泡袖的这种效果出来。OK，好，那这是这件外套。那简单带一下细节，细节的部分，这次的这个它的领应该是说领口这边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的。那它的这个纽扣是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设计，也是目前第一次看到的这个搭配式纽扣设计。我看一下拍不拍得到。对焦一下，应该是可以，可以嘞。好，Dubtips Brand，2021到2025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那它是比较有点像是古铜色的这种色调。好，然后再来带，一样带细节啦，就是像是这些松紧的松紧调节处啊，也都有小小的细节。不管了，休蛋哦。OK，然后再往下带。这边有这个 Dubtips 电袖标，OK，然后再往下，底下有这个 Dubtips 的白标，那整件其实蛮好看的，OK，然后再来展示一下这个胸前这边，胸前它是纽扣带拉链的固定的方式，拉开来它里面就长这样，哦，这件很保暖的，它里面是这种轻羽绒的设计，里面它可以这边有这填充物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整件穿起来其实很暖的，难怪是外套分类。好，再来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哦，在收纳的空间上啊，它把口袋做在两侧，两侧。好，那我打开来，我猜是，我还是连通的。它的口袋是左边一个哦，啊，右边一个。我刚刚以为是连通的，sorry。那看一下，反正我确定一下，我确定一下，sorry。对。它的口袋的部分啊，拍得到吗？可以，好，它这个口袋的部分啊，它是底下这边，底下这边，它是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的哈，所以在收纳空间上也是 OK 的。好，在背面，帽子，好，最后就是后面这边也有一个 Double Tap 电袖标，它这是 M 号的。其实我穿是可以啦，但是我因为现在就是比较胖，还是会选到3号。我个人啊，这是 M 号的，宽度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好，大致上是这样跟大家做一些分享。那样有商品需求或其他疑问，欢迎再来信来信。那官网我想现在小孩子的官网已经上线了，那连接都在YT 的 YouTube 的那个详细介绍的最底下，你们可以来去看一下。就这样，拜拜。